次 Dora 需要你找到能用来装香蕉的东西。我们后面能装香蕉吗？哦，不要！我们必须阻止他。说，捣烂鬼别捣蛋，捣烂鬼别捣蛋，捣烂鬼别捣蛋。We did it! We did it! We did it! Yeah! We see mom. We did it! 你信吗？ 我告诉你们，他们这几个小坏蛋，下午的时候安全裤还没卷那么高的。我刚刚看了之后，哎，是不是有偷偷在往上卷一点哦？一定是你们的热情让他们。